有收回扣吗？戴着口罩面对记者提问，不发一语，在律师陪同下缓缓离开法院。他是台北荣总名医郑弘志，被查出涉嫌收取厂商回扣，17号晚间遭法官裁定300万元交保。同样遭搜索的还有张姓医检师，交保离开时对于案件都不愿多做回应。不过检警搜索郑弘志位在双北的办公处以及住家等12处所，发现他从2012年到2023年间，借由采购勾结厂商，协助取得标案后，再以低规格的产品交货。而持续向上追查，更发现涉案的还包括朱姓配偶、医检师、余姓厂商夫妇等4人，分别裁定50万元、200万元交保。而事后荣总也发声明表态，一切配合检联单位办理，如有不法，绝不宽待。手术算是蛮顺利，他现在已经回到一般的病房去休息了。但郑弘志13年前靠着专业解析医疗知识诊治不少名人，为国内神经修复与脊椎手术权威，还曾替前总统陈水扁妻子吴淑珍治疗，在医界声望相当高。但他也曾因为私人感情状况登过新闻版面。2010年，与小27岁的嫩模妻子黄轩玲闪婚，婚后大方送出名贵礼物，像是保时捷名车、卡地亚珠宝等。没想到婚后2年却被女方拒绝同住。郑弘志认为对方为钱骗婚，愤而提高诈欺，最终女方获不起诉，两人以离婚收场。如今却因收回扣风波再度登上媒体版面，负面形象再添一桩。记者林佳黄宏宇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